来吧。好，请两位就位。哇，这茶真的闻起来就苦，好苦。嗯，闻起来就好苦。来，然后我们现在自己摆，对不对？对。嗯 ，nice。哇，哎，正在思考。其实放哪里很重要，是一个心理学的博弈。放边上。要放哪？如何？你这样就行，这样就行。啊，也行，我觉得可以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赢的人那个好来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，哎，后厨还能输，大哥。认不认？认，肯定是。好，来 ，JJ 首先来决定，开几号？七，七，七，七号，七。一个很中间的数字。哎，不用这么做，我们还是会有三二一的。确定哦，确定哦。如果是水，会直接泼过来哦。确定哦。来，准备，三，二，一。我先干为敬。好，百合没说真好喝，真好。要落地之前说，落地之前说，对，好，再来一杯啊。哎，真好喝。托你了，到我。我猜个精彩的吧。十三，十三，十三。哦，十三是吧？对，来准备。你刘海，可能就吓你一下，可能是喝茶呢，你知道吧？挺翘的。好准呐、啊！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好开心啊！刘海还是帅的，帅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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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郑晓波，好，到 JJ 哥选择，是谁？对，好，好，到 JJ 选择。刚才是七，七号是茶，就是画个叉就行。对，十三，十三，十三。哦，哦，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，还是蛮熟悉的。把这一杯不管是水还是茶都敬给零七幺三。十三来了，哎，过去的十六年，我们都不太容易啊。是啊，但是我甘之如饴，快给我喝，真好喝。好嘞，好来，好，现在张远，好，到我了哈。刚才是十三是吧？对，十九，哦。十九，好，来准备，三，二，一，哇，一，哇，还是一杯水，好，现在离答案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好，十九也不是，十九也是水，那就说明，哇，还是有很多的选择，好来。来，换我了。对，换我了。看来应该就是他了。哦，哦，十四，十四。好，笑什么？你的刘海固定的还好吗？还行，应该 OK。应该 OK。你们想看 JJ 撩开刘海吗？铁刘海，好来，来来来，准备三，二，一，哇，一，哇，好，十四是谁？
哎呀，这个合作舞台悬了，张元。JJ 无意当中耍帅，还挡了一下呢。该在头上的还在头上。好，现在张元，好，是不是我赢了，我就有机会跟JJ合唱了？啊啊，你误会了，你赢了，你们队就积了分，然后你就可以刮卡。你刮不出来还是白白干。你刮不出来白刮。对。茶就白喝了，水就白被泼了，人还得罪了，哎，还不如让他泼个爽，说不定就私下跟你合唱了。干脆你就珍惜现在你合作的这个舞台吧。那我在没有，你现在没有办法选择，没有选择了呀。18，正确吗？3、2、1，恭喜你，祝贺，好，张远获胜。恭喜我们的黄队积得一分。好，现在黄队积一分，下面是谁呢？谁上呢？最后一轮，让我们有请的是秦霄贤和文俊辉。老秦，老秦，老秦！哇，加油，加油！来吧！加油，加油！老秦，加油！好，我们先排兵布阵。可以换吗？啊，可以换，可以换吗？怎么换？我们蓝队的朋友也可以过来帮下忙。老秦，你没问题的，没事，他们纹丝不动，我来帮忙。结果黄队的过来了，哎，想弥补刚才把哥哥推开的。不是，你这个可以换。弟弟，我知道啊，弟弟，你说我敢不敢？这样吗？弟弟，你说我敢不敢？就这样，然后不动了，不动了，就这样，敢不敢？那你这个位置是不是太好背？也是，我觉得第一个就会跳中间的。那就换这吧，下面。来，首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选对方的数字。我出剪刀。哦，这么老实。你出什么？我出石头。好的，石头剪刀布。好嘞。哇！俊辉挺会玩啊你。来吧。你要选几呢？优先选择权，很关键。对。啊。8。好的，确定吗？只有一次机会哦。确定。因为如果是选到水的话，可能就会直接泼过来。来吧。确定是8哦。遇水则发。遇水则发。好。好。刚好新专辑要发了，来吧。真的有可能是水哦，来准备。3、2、1，好，游戏结束。你在干什么呀？别，没事。没事，你来猜一个他的，你来猜一个他的，对，好，来，加油，老秦。他心态已经崩了。现在咱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？放个 CD 一把就被中了，14，十四，真是14啊！可能是水哦，会直接泼过来的这种。我怕水。来，3，你不怕？2，不怕是吧？1。一，好温柔啊！我再猜一回，再猜一回，再猜一回。9，帅啊 ！Oh no！ 我给你一次机会，真要9吗？要，真要9，真要9。好，我给你机会了。3，那我不手下留情了。如果是茶的话，一起喝。对，3、2、1，干了，干了，何苦呢？哎，录不了，录不了，不会，别录不了，录不了，好，好，现在的这个游戏波澜不惊，录不了，现在录不了，来说，现在很帅的说一个，补一个声音，然后补一声，很帅的说，多少啊？聪明不了一点。